我们所有条件都一样啊。对面是中型九一，那你泡贵的是泡口感，都可以。泡的跟你干嘛其实比是一样的。那不一样嘞，原料大家就是原料都一样，原料都同一批。哦。他们可以回个今麦在用的几杯，用的几缸，是讲。我安两台起来，起来起来好多。这个是唯一的不同的落差，压纹都 OK。刚才他刚才说撕起来有差异。这个 OK 啊，这撕起来 OK。完了 OK。OK。应该是有刮到地板的那些，应该对的过程。真的说，看好几个伤。在哪边？从东线都有啊，这周里面这段没有，在信子市那边比较严重。